你已经把我炸死2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为什么老吹你的麦克风？我有吹吗？可能是我呼吸吧，我把它放下了一点。你今天倒垃圾了吗？还没，今天不是我倒。啊，你们还分工吗？对啊，轮流。你考试了没有？下个礼拜就要考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有的。你们考几门？自然、社会、数学、国语四科。满分多少？400分吗？100分。四科的满分。哦，四科的满分就400分。你觉得你能考多少分？我不太确定。380分以上能不能考？不能。不能。380分以上都考不了。嗯。我380分就要上张考一本。380分每科考95分就可以了呀。很难的。那你觉着四科你能考多少分？我不知道。大概200-300分左右。200-300分也就相当于你每一科才考50分左右。不可能。每一科60分才240分。300左右。300左右每一科70分，47280，每一科80分，48320，也就是说你每一科能考80分左右是吧？嗯哼。努力考400分以上好吧。嗯，哦，好的好的。听你。对啊，斌哥，你说你有弟弟吗？我没有弟弟。我有个不是亲弟弟。那是啥弟弟？堂弟。屋里一把 M24 啊。你要吗？你捡吧。对啊，我没打算给你啊。我没有背镜儿。我也没背镜儿。我找个背镜儿我们就可以狙人了，但是没有背镜儿。特别难受。我们换地方，别在这儿待了。要不然我们去劝架。好的 ，Let's go。What？ 哇，什么情况？我跳到一半，直接把我给爆死了。不对啊，我跳到一半，他就给爆头了。你死得太惨了。我们跳哪里啊？我标了。标了是吧 ？OK， 我们俩就是我们俩是什么组合来着？偷油车队。我们俩有叫过这个组合吗？有啊，你忘了吗？以前我说只开车的。我们以前那时候还有卡。不是，我们叫偷油车队吗？不对，那是有卡车的时候。哦，那我们两个人单独的时候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没有组合名字吗？没有。那想一个呀，想一个。我想不出来。叫帅宾组合怎么样？你真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。你说你那个叫啥？哪个叫帅什么？帅宾。不对，我说你那时候以前我叫黑皮小乐啊，你叫啥？我叫牛皮阿宾。牛皮阿宾。对。黑皮战队，哎，不对，这样是我。你快想一个。想不出来，很难。那我们就叫宾乐组合怎么样？哦，不错。哎，我刚好想到这个的说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想说出来，然后你就说了，哇，太刚好。哇，太有默契了。来 ，high five。等一下。哈，我们下面去哪儿？我不知道，要去劝架吗？我听你的，你是宾乐组合的队长。不对，是你。我不当队长。你水平比我高。没有，你水平比我高。你水平比我高。你比我高，你比我厉害。你比我高，你比我厉害。你不要老重复我说的话。你不要老重。你不要让我当队长啊！我当队长，那么我给你，我说命令你会听吗？啊？我命令你，你会听吗？可以啊。那我命令你带着我走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我想要带我去浪漫的
刚强皮城，然后一起从里面死者出来。What？ 哎，下面有人，有人，仓库有人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里边。哎，后边还有人呢、啊，很尴尬这位置。是很尴尬的。哎，我看到上面人了。你能打死他吗？他在楼顶上，应该不行。我们夹在中间很难受的。我也很难受啊。挖到一个，漂亮。哎，你难受。Sorry。我还想叫你用火力压制他呢。Sorry。唱歌，唱歌，唱歌，缓解一下尴尬气氛。刚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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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。尴尬尴尬尬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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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尬。哎，上次教你的你记得没有那几句？那个字我还是不懂，那个是降了几个吗还是酸了几个吗？降，那个字念降。刚降了几个吗？嘿，又讲了几个吗？那个字儿纪念刚又念什么刚？纪念将又念翔，它是个多音字，你知道多音字吧？我知道。什么是多音字？就是假如说我的名字是小乐，对不？我那个乐可以念乐，也可以念月。哎，没错，你很聪明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像睡着的着还能着，那个着可以说。找这，哎，对，蛮聪明的嘛。哼，基本操作。嗯，但是我现在想说，蓝楼上面有一个人。我来跟他一张拳，好，要跟我亚洲拳王对拳，找死！他在一楼是不？他有 AK， 打他，打他，打。哎，哦，漂亮！哇，这把手枪够牛了。麦卡利，麦卡利，麦卡利大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来对决吧！啪啪啪啪啪！啊，来对决吗？我们是五十已到，五十已到。我们是来对决吧。然后那个准心瞄到别人头越变越小的时候，咔咔咔咔咔死。他拿的就是这个左轮是吧？对。不过我换枪，来对决吧！啪嗒嗒嗒嗒，哇，那大招特别牛。It's noon。关键是那个大招，我一放就被打死。嗯、huh? ，你一开大招，你整个身体发红，然后走路特别慢，周围的敌人都看得到你，直接就把你秒掉。咱俩去玩守望先锋吧。啊？咱俩去玩守望先锋吧。不行，还要跨服。不死不死不死。哎呦，还有人。漂亮。基本操作四杀。什么基本操作啊？是牺牲了我的命才这样呢。好难过，我现在是个死人，我好难过，好难受，这不是你要的结果。唱的什么歌这是？那个在抖音看。你不是不看抖音了吗？现在我说在油管，在油管看抖音。下下记得哦，这是小乐送你的闪光灯。有啥烟雾弹呢？他要在烟雾弹之混乱的状态下上来，这两个人不走就要打你，说坏不坏？坏。哇，他们咋都不上来呢？他们也不敢，胆子太小。我也不敢下去。哎，别说。What？ 啊？